看，这是化油器，这是排气管，这是油煎。在这里，这是一个离合器，那边是变速箱，后面是化，这里是方向盘。这个是油门，这个是离合器，离合器好，我把它拉下来，现在已经是分离的状态，好，我把它扶起来，分离和这个是离合器，把它分开了，这边是上档，前进后退空档，好，我们前进，好，空档，后退，我现在可以把离合。关掉，现在就是